没过来是吧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胜。后面这个水坑就是我们透过了最深的水坑了，大概有9米多。这些都是我们从水坑里面抓的鱼，然后我们吃的都快吐了。你看这边有真鲷、珍珠斑、黑鲷、鳗鱼、白面鱼，还有这个烂章啊，这都是我们水坑里面抓到的鱼货，拿来打窝吧。它哪里来了就回到哪里去哈。来吃饭。哎呀，哎呀，把老鱼给弄掉。哇，鳗鱼啊，最喜欢吃的鳗鱼啊。我们为什么要把它就是割成两半？因为它内脏的话腥臭味比较重，所以说它引鱼效果会比较好一点。赶紧扔进去。哇，1、2、3，这是我们刚买的臭水机的两根水管，两根都是8米半，你看直接插到底了，它不够长。跟你们说这个水管有10米了，你们现在信了没有？不是一条鱼，好几条鱼。哇、哦，这个我们打窝的窝料还在，臭死了。我、哦、来了，哇、哦，跑了，哦，没事。哇，抓了两条犁头鲨，这种鲨鱼不怎么好吃啊，不值钱啊，一条又一条，这么多，这种鲨鱼现在10几块钱。把它一跑，哇、哦，又来一条。哇，这完全就鲨鱼的窝吧？啊，这种鲨鱼的话会 say no 啊，它会说 no。哇，有大货，有大货，你看。哇呀，章鱼哦，哇、哦，这种是烂章哦，不是八爪。严格来说应该叫做烂章、嗯。跑这里来了，跑这里来了。还有，哇，10斑。哇，这是正贵啊，这正贵啊，正哥。这种一定要400多，没有1、3斤啊，3斤的话一定要600。哇、哦，好多鱼啊，鳗鱼啊，小心啊，来呀、啊！啊，吓死我了！海跑，海跑，海跑！哦，嚯、哦，石头记得吸了几个？1、2、3、4，4个。这种章鱼的话，没有八爪那么好吃啊，一斤30几块钱。嗯，看到鱼的身影，哇、哦！哎呦，反手一跳又跳到水坑里面去了。这里，哇，都是鱼，我忙不过来啊，哥，到处都是鱼。哇、哦，这条鱼3斤了。哇，八爪。妈、哦，这是什么？这好大的鱼啊！哇、哦，10斑鱼，这是苦贵哟、哦。哦，哇，这鲨鱼很可爱啊！一条吧，来一条，两条，一箭双雕，这真的是一箭双雕了。这里一条一条，来一条，你看我抓到什么？小章鱼啊，这个一口章啊，直接可以吃掉。我以为画面太血腥暴力了，就不给你们示范，你们也不要轻易的模仿。哇，啥东西呀、啊？幸好没喷你脸上，要不然喷你脸。排泄物啊！哎呀，真的是，我跟你什么冤什么仇啊？你抓了他了，还什么冤什么仇？这边一头都是，你来了。哦，这个是八爪，刚刚那个是有点白色，是烂章。这个八爪鱼种类分很多种。哦，这个就是。一口爆啊，小八爪，因为八爪越小的话，它越嫩越好吃。是哦，你看，嗯，这么大，这么大的只有吗？
手气很好吧，一摸到是摸大物。哎，你看你看，后面有一只八爪。他说不要抓我，不要抓我。就是怎么可能不抓你？这八爪又不管知道会不会灭。八爪又要抓住他的头，抓住他的脚，他就断了。就是八爪，跟你们对比一下，这是我们本地叫做烂鳝，这种八爪鱼比较值钱，这种价格会便宜一点。啊，这个口感会比较好一点。来了，又来一只了，不要，这里了，哇，来了，哇、哦，看到没有，好刺激呀、啊！哇、哦，这个十九公，150一斤的十九公，来了，来了，吸得很紧的东西啊！你们猜是什么东西？还是你猜是什么东西？我猜是八爪，吸得很紧。八爪，这个格局不够高啊！不够高是？来了，哇、哦、啊！小螺也叫角螺，这种一斤要200多。你看，这个鲨鱼今天为什么一群在这边啊？在这边开家族大会，起码抓了有10条、10几条。这个才是值钱的鲨鱼哦！来，这边剩正好还有一只，给你们对比一下，这是一斤20块钱的鲨鱼，这是一斤120块钱的鲨鱼啊！你们看一下，同样的鲨鱼品种，品种不一样，价格差很多。哦，不挑，2两，目测2两以上。扔！哇，椰子螺，这个拿去自己吃可以啊，这个太小了，不值钱。鱼的，妈，直接在我面前跑。嗯，哇，哇，举起双拳欢迎我了。哇，哎呦呦呦呦呦！哇，别跑别跑，这个是母的，是母的，看一下我给硬。哇，蛮高的，这有一斤200块钱。哦，哇，左手右手都有大螺。呀，哇，你看有肉的，你看这个也是，哇，这一斤以上的九螺一斤300块，这两个大概可以抓卖500块钱啊。我这个是黄金左手跟黄金右手，一抓上来就赚了500块钱。你现在还往哪里跑？你还要跑吗？在我手心里面就没办法跑了。这个鳍，鳍立起来说明它处于攻击愤怒状态。哦，呀，还是抓到的好吧？这是烂鳝啊，一斤30块。来过，来准备练练。还掉，还掉，好酷，漂亮。对付这个鳍。哇，打着了这水！哇，天哪！哇哇哇哇！美国黑子吧？走了走了走了，回去吧，不能待人了。看一下今天的收获：有鳗鱼，有鲨鱼，有狗鲨，还有这个值钱的角螺、八爪鱼、石斑鱼。走了，回家回家了。啊，今天视频先到这边了，喜欢阿夏赶快的加个关注，点个赞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好了，阿夏快点哦，快跑快跑！得救了。